Hello， 宝宝们，今天吃的是双拼的炸酱面和火鸡面，还配了一条鳗鱼，搭配了焦黄酥脆的玉兰饼。赶紧先来口炸灯。甜中带点辣，微微犯苦。鳗鱼真的好肥美，不带刺，吃起来很过瘾。肉的口感很有弹性，在烤箱里烤了会焦香酥脆的。火鸡面、炸酱面混着吃，来口瓜油茶，玉兰饼开动了。汁水好充足的肉丸子，皮上粘得像年糕似的，忍不住再来一个。继续来炫火鸡面，刚才那一口差点给我呛死。又是光盘行动的一天，相比肉丸子我更爱吃外面的脆皮。好了，拜拜了。